三公之约吹散，功败垂成。面对天道寺智勇无畏，永远正道一零八路。三公之约吹散，九龙之力将溃，你也有何能为？天道寺。最后，胜利人终究是我，主宰一切人是我，智勇寺。我付出性命，也要将你夺夺中原，让我见识用脑最后的困兽之道啊！三国巅峰，中原武林高人了，青龙子，注意，用别了。好，如勇尽忠，不必强求。智慧精元，精粹灵魂，青龙子必上极端，因神龙之力，再化无德为神。青龙子，接好最后的镇龙之力。好，来吧，好。力量强劲，一波血脉直流上天，聚焦如含鸿蒙之势，速至归无。呀！啊！哦！天道何为？世道何故？青龙子自问，一生所求为何？为正义，为正义，在关键时刻，别无选择，唯有下心。青龙子，你想同归于尽，这是我最后的选择。我哥智勇子，将让咱一切不该存续的力量，同归于无吧。九龙退散，三公弃力，青龙子下心就义，即为天魔灭降，这场反复武林未来的命运一战。究竟是怎样的结果？欲知精彩后续，切勿错过我们的播的戏《霹雳惊天录》第三章：情义不灭。